看看新闻网。林宥嘉和邓紫棋的恋情其实一直以来都挺顺利的，不过最近却传出了情变的消息。终于碰到林宥嘉公开露面，记者们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，赶紧抓住当事人一番拷问。好，反正关心的人又不会责备你们，只会觉得我都不说。破罐子破摔之后，林宥嘉再出一招，能躲则躲。没有，各自努力，各自努力，这样子。我的回应就是各自努力。各自努力，这句话寓意也太深刻了吧，真是难为死小编了，拜托说人话好吗？